一、二、三，开始。六位来自不同地区的金茶王，全神贯注咁冲奶茶。技巧各有不同，但对茶味要求都一样咁讲究。深圳嘅都冲好啦。经过20分钟浓争苦斗，有结果啦。冠军就是多伦多的林君翰先生，恭喜你！最后由来自多伦多、有5年冲茶经验、31岁的餐厅老板林君翰夺得国际金茶王冠军宝座。他说奶茶冲得靓，秘诀是水滚和专心。专心煲啊，睇住啲水滚啦，仲有用啲身好专心噶，就其实好专心啊，啲时间控制好，呢个系最大嘅秘技嚟噶。林君翰在台湾出世，能够反客为主赢了港区代表梁德筹，自己都觉得很意外。而屈居亚军的梁德筹就说，今次是输运气，会向各地的参赛者取经学习，下年再参战。从中、取长补短，是不是具体的可能就会观摩下他的冲茶的方法和他的那個步驟如何啦？會反覆過研究過之後，下一年再嚟過。而國際金茶王季軍就由上海的黃倫奪得。今日使唔使加水？其實要分辨一杯奶茶好唔好飲，除咗奶茶的色香味之外，最重要的仲係茶韻，即係飲完之後有淡淡的回甘味，咁先至係一杯正宗靚的港式奶茶。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許佩芝報道。